大家好，我一隻英辣格的白面罗马字，罗马字都挺漂亮的。你看到中间还有一个秒钟的 chapter 圈圈做了的，除了一个白底黑字的罗马字。这标是透底设计，机芯是这个 SW200 的，但它自动妥到就整了一些蓝色的漆油下去，另有一个景象。皮带接扣，皮带也都是配合都是有少少蓝色的主题，所以你看到一个蓝色的皮带接扣。所以整体上的格局就斯文一点，但是另外一样想留意的东西就是它没有锁的，但是它有一个 crown guard， 有少少护的那个设计在这里，你看到都是一个就是这样挺有趣的。第三样东西，这只表特别的地方就是劲平，基本上6000元以下的英辣格基本上就绝无仅有了。这只还是5000中，就5600，这个底价就是半的，就是2800的，就每口叫10元，合正齐。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这段片的留言区落价，全部现金价，并且是要到缓时交收的，对各位。